开关插座别乱选，你要记住这八点：一、选哑光不选亮光；二、选无边框大面板不选有边框小面板；三、选间距大的正五孔不选间距小的；四、用手掂重量选重不选轻；五、背面材质选 PC 别选刚性；六、厨房插座选带开关的；七、用打火机烧一下选阻燃的更安全；八、插座要有安全保护门，宝宝用着也安心。你学废了吗？抖音。